花费了啥呀？啊，这边。你们在合肥的能猜到这是哪吗？你们能不能猜到？啊，走这边。天一翻。黄鹤楼呢？黄鹤楼，黄鹤楼也没有，有这个松花河。我又看不清，就是不这样子的。这多少？嗯？这个多少？这个、有很多买吗？这没抽过。这个，给我拿个那个金碗吧。谢谢。安徽这边还好，但是烟的话太那啥了，卖的太快了。你像我们安徽这边销售，就是一出来就会被买光的，就是普碗和金碗。我刚刚问玄后梅有没有，玄后梅也没有。也被卖光了，也容易被卖光。普碗也没有，然后今晚有，卖了包今晚。谢谢关注。普碗缺，对，普碗老缺了，而且普碗你如果说是去买整条的，你买不到，他不给你，你买不到，他没货。我觉得今晚比较那啥，劲儿比较大，有点冲。等一下，我连一下我，欢迎菲菲。